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乔老师。后台有很多小朋友问说，乔老师套套的尺寸到底该如何选择呢？首先，你可以用一根细线在香蕉最膨胀的地方量一下它的周长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对照它的尺码进行购买啦。一般来说啊，大号的宽度是55毫米，周长呢是110毫米。直径呢就是31毫米啦，中号的宽度呢就是52毫米，周长是104毫米，直径呢是33毫米，而小号的一个周长就是100毫米，而直径呢就是31毫米啦。它的这个尺寸啊、毫米数啊什么的，在包装的后面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，所以你现在知道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套套了吗？科学弹性。关注我吧。